欢迎收看手机游戏牛奶巧克力，我是尼亚斯，然后又是这个新模式。我记得上一集有热心的观众跟我说要打那个恶魔，猜啊死了，要打恶魔的牌子才有分数啊，然后打天使的牌子好像会扣分还是死掉之类的吧，所以我们要找恶魔的牌子。哎，什么？哦 ，OK， 敌人，杀敌人，杀敌人。然后把一个敌人杀死了，然后又一个敌人，又一个敌人。等一下，敌人呢？飘了。我怎么没有看到半个牌子啊？牌子在哪里啊？哦，敌人。哦，有了两分。我现在是巧克力队，所以我刚刚打那个牌子有两分，就对，还是一分啊？然后再来，我看一下哦。牌子在哪里啊？啊，那边有一个牌子。等一下，我要过去打。可恶，没打到。啊，有了啊，不是，这是天使，不对，这也是天使，这都是天使，不行，不能打天使。啊，我打到了，可恶啊，死了，好难哦，这模式，连续三个天使堆叠在一起，哎，太难了。哦，天啊，天啊，天啊，哎。又当掉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有时候我重生会明明只剩一秒，可是它会突然延长。对啊，现在三比三啦。到底恶魔的告示牌在哪里？恶魔的板子嘞？不对，那是天使。不对，这也是天使。给我一个恶魔，拜托。敌人敌人，为什么杀不死他？是我累个吗？等一下，让我给我一个恶魔吧！啊，有了恶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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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，有了，装子弹。哎哎，不对，那是天使，这也是天使，都是天使。好，哎呦哎呦，死了。然后上一集我尝试用手机玩游戏，但是用电脑截取手机的画面，可是画质不好，所以我现在又用回手机录影了，所以声音就是用那个手机收音啦。都会有观众问我说，为什么尼亚斯你在拍手机游戏的时候声音都不一样？那是因为麦克风不一样，当然声音听起来就不一样。对啊，我杀敌人有没有分数啊？好像没有。然后为什么上一集就是有时候收音不太好？是因为啊，我玩得太激动，不小心手指啊去压到那个麦克风的收音口，所以就整个听不到我讲话，这样或闷闷的啦。现在7-5哎，然后你看我重生只剩一秒，它又突然荡掉，好奇怪哦，是因为在录影的关系吗？再给我一个恶魔牌子吧，拜托。哎呦，那个，不对，这是天使牌子。敌人，看到敌人，敌人死掉。哦，现在9-5嘞。装下子弹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，又了一下，这是什么牌子？不对，应该不是。我看一下哦，这什么？哎，恶魔，对，还有敌人，死了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，有了，天使牌子，恶魔，恶魔，恶魔，有了，耶，赢了，耶 ，OK OK， 然后我现在的。那个名字啊，改成组队别狂妖，因为上一集的关系，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一下。然后名字叫尼亚斯的不一定是我，或者叫组队别狂妖的不一定是我。然后等我一下哦，对，就是这个画面，名字叫组队别狂妖，或是叫尼亚斯，或是叫什么的都不是我，因为他的名字可以随便改。比如说我现在打，你们看哦，我现在打，123 ，OK， 好。有没有？我打123，他不会跟我说，哎，名字有重复，是因为他这个名字可以随便乱取。比如说，如果有人叫尼亚斯好了，我还是可以再叫尼亚斯；有人叫阿神好了，我还是可以叫阿神。所以，请不要再被这个名字骗哦。很多人都在我直播的时候啊，或是在我睡觉的时候跟我说，哎，尼亚斯，你怎么现在在玩牛奶巧克力？哎，我根本没有开游戏，就有人来私讯我说，哎，你现在在牛奶巧克力线上，我刚刚有跟你一起玩呢。或者是我在开直播的时候跟我说，哎，你怎么边开直播边玩牛奶巧克力？我在开直播哎，我没有玩牛奶巧克力啊，对啊，所以记住这个名字啊，这名字啊不重要，你看到名字，反正就算他叫尼亚斯，就算他叫组队别狂妖，也不一定
是我本人，因为他的名字可以重复。OK， 好，那么这集的影片呢，就先暂时拍到这里啦。就是近期有更新这个迷宫的新模式跟两三个角色，但是两三个角色我还没有钱买。有观众问我说，可不可以拍全部的角色介绍？可是重点是我没有游戏币把它买下来，我要怎么介绍了？我也很困扰啊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所以那个再说啦，对啊。不过这一次总算搞懂这个新模式怎么玩了，就是你要打那个恶魔的牌子，然后恶魔的牌子好像在三秒内还是一秒内会爆炸，所以你要远离它打它。然后呢，天使的牌子不要打，不然你可能会扣血扣很重，而且很容易死掉。然后一般的敌人是可以打，好像没有加分啦，大概就是这样啦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集影片就先暂时拍到这里结束啦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或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个喜欢，或是订阅，或是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、兄弟们看。那如果更多人看到，我就更努力去做秀，按了订阅，别忘了下订阅方面小铃铛，在每次上传影片或是开直播的时候就会通知你。那么下一集的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。Thank you.